修德名身，好好的保护自己的这口命气，通过一点透明的命气，能够使自己的身体大明，能够和法界的大明圆融不二的合一，这叫归道。子光明和母光明的融合，究竟成为永恒的光明身，这是道身啊，这是道身。所以大家要重视我们在求什么东西，我们在修什么东西。那么你在成为明德，你的身体越来越明，你的智慧就越来越开启，智慧越来越开启，哪里会没有金钱啊？这个金钱是你的能力转换的，你身体越来越多的明德，就是越来越多的能力，那你是不是能够赚到越来越多的钱呢？当然就是了。那因为所有的钱都是拿命换的，拿明德换的。刚才说你求鬼、求邪神、求狐狸精、求这些动物灵、野灵，那也是拿命换的，换来自己身体不健康，换来自己命短，不能长寿。你不求这些，你去做工，你是在社会中服务于人，这个赚到的钱也是拿命去换的。我们经常说，哎呀，给这个人治完病，我半条命都没有了。对了啊，半条命没了，为什么？给人家了，钱给你了，事儿做成了，命没了。是不是？我们要大明，大明是什么？哎，你能够跟整个宇宙法界同体大明了，这个大明的本体进虚空变法界，它都把地球都包在里面了，把141年的宇宙包在里面了，把3000个大千世界包在里边了，这用得完吗？你这辈子用得完吗？用不完。所以求富贵得富贵，求健康得健康，所愿悉令满足，是这个大明体对你的供应。你原本有一桶汽油，你只能跑100公里，你现在有整个大海的汽油，你用之不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你哪里会不能够得富贵呢？你哪里会没有钱呢？你哪里会没有名呢？说大德是这个德，大德必得其位，大德必得其禄，大德必得其寿。那么我们的法会是干什么？你德太少了，你德太少了，通过这些斋敲法会，斋教法会给你增德培德明德的机会，使你的德更充足更多，变成大德。说让大家捐钱，舍了，舍了就有德了。让你参加法会以鬼来度众生，用自己的心意，用自己的音声传道，这是大舍，大舍大德，得了明德了。你把自己体内都的光练出来，使基因里的黑子大量的释放出来，你变明体了，大德。参加法会是让大家培德修福的机会。为什么会增福增寿增吉祥？是因为增了德了，增了名了，你更亮了，你更多的能力能量储备了，是这个道理。那么做斋教法会的时候，不单是师父引领着你，我们今天请真降真，整个3000个大千世界所有成真的圣者都会莅临这个六合结界的道场来共襄盛举。那这个时候给你赚德的机会，赚名的机会实在难得，他们的加持力。同时你这个知道，你去年得罪张三了，今天跑人家家里去敲门，张三我对不起你，
您一年365天能敲几家人的门呢？那么你无始劫生死轮回里面，你又得罪过多少众生啊？有的在天上，有的在地狱里，有的在恶鬼界，你怎么去啊？你都没有神通，没有身外身，你光凭着一个念头就去了，胡说八道啥？你现在念100万，马上给我，谁能念出来？伸手一出100万，啊，念头一起100万来了，那这叫真本事啊！你念一个给我看看，念不来，念不来是假的。那你用大脑都是错的，只有用心才是真。自己用明体，用明体去变现，你有赚100万的能力，一个月后你可以拿出100万来，因为你有这个能和力量。你没有这个能，你有怎么有这个力量赚回100万啊？所以大家要知道，我们的能耐有限，我们请四圣法界成真的真人们，进虚空变法界的真人们、大德们共享圣举。你没这个能力，他有这个能力；你帮不到的人，他有这个能力，他愿意帮你，因为他发心就是度一切最苦众生。你的冤亲债主最苦、最痛苦、最难受，他不愿意看到，所以他愿意帮助那些众生。不是因为你长得漂亮，他愿意帮那个众生，是他看到众生受苦，他受不了。你只需要用量子心念、量子纠缠，请六道有缘众生来此道场。因为你做了功德主，因为你人在这儿，你可以纠缠他们来，有这个资格，有这个门票，就这个道理。他们来了，得到圣者的、有能力人的帮助，那你的冤亲债主就大量的被超度、解缚，不再在三恶道中受苦，不在横死道里、恶鬼道里受苦，是这个道理。啊，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要积极参加法会，在法会里舍，要么舍钱，要么舍财，要么舍这个体力，要么供花果啊，要么供药品，要么替众生供法船，不是为自己的亲朋好友，是广大圆满3000个大千世界的众生舍。不是只为自己家人做，刚开始劝大家为自己家人做，是引起你的大悲心、慈悲心。等你慈悲心起来，你要大慈悲，你就要做度法界一切众生，这是大舍大德。有了明德，所求悉令满愿。不是你求什么，菩萨一定要帮你，天尊圣者一定要帮你，不是，是你舍了多少啊？根据这个量给你命气，给你明德啊，你拿去还债，你有能力赚钱还人家的现实的欠美金、欠黄金的物质界的债，你有明德可以化成无形能量去传递给自己的有缘众生，还无形法界里的债啊，就这么个道理。有形无形物质的 4% 的债也有能力去还，因为你赚到在这个人间赚到钱了，然后 96% 的欠六道众生的钱也可以用明德这种力量去还。他要的不是美金，他要金纸、银纸、黄符纸、药品，要烧掉的东西他才能受用，放在水里化掉的他才能受用，埋在土里烂掉了它才能受用，因为要把有形的化为无形的，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借这个有形把它烧了化成无形的它才能用。因为暗物质不是物质，暗物质借的众生它需要暗物质，不是需要物质。它要你把100美金烧了，
但是你100美金烧了就是100块，你把100美金买成金银纸，它可以变成千亿万的美金啊！这是给大家心念参与的增上缘的机会，说是大量的烧金纸、银纸、火供物，这个焚香，然后这个给法界众生，然后你的所求才能心灵满圆。欢迎点赞、留言、分享，弘扬正法，广结善缘，功德无量。